大家好，我是苏丽，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我的日常保养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平常。妈咪，你在做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在录，我要在录东西，你先出去。然后我的保养品呢，每三个月我都会换一次保养品，就是循环。因为有时候夏天的时候用这一组就太油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换就是比较滋润的，然后在换季的时候可能又敏感的。所以像现在呢，我刚洗完脸呢，我就会拍一点，因为最近肌肤比较敏感，所以我就直接用这种比较精华的，对，镇静的玫瑰。然后我就这样轻拍，拍到脖子，然后拍，然后再来就点一点这个，抹了我们会修护的乳霜，就是带到脖子。最重要的呢，是我每天都会做按摩，然后我都会用这个机器呀，你就开着，然后这样做拉提动作，从轮廓线，然后拉到眼部，对，然后我差不多会按摩个看，有时候因为它差不多3到5分钟左右，它就会滴滴滴滴滴，然后就差不多停了。然后我都会带到那个淋巴，耳后的淋巴，然后顺便这个，因为它这样按摩也可以让那个保养品比较好吸收。然后大家一定想说，为什么我没有擦眼霜呢？因为眼睛的部分我通常都会留在最后。然后眼霜呢，我一样，我就会选择就是看什么季节用什么产品，我就用修护的，然后放到我的眼睛周围，这样轻轻的点。其实这个很好，蛮好用的，很好用，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可以推，所以眼部我就这样轻推，轻推。其实很刚刚好。比如说我很奇怪，我稍微2-3个月皮肤就会有个状况，所以我就是比如说像金钱来的时候，我就会特别敏感。金钱吗？对，身体敏感，然后我就是会换比较像刚用的，就是比较那个 light， 比较清对修护这样子。清洁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你要清洁得很彻底，才能那个。保养品才会吸收，对。然后再来，我就是就是季节的转换嘛，就比如说看什么季节的时候用什么样的保养，对。所以我现在已经是轻熟龄肌，但是我还是努力的保养。老师。